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是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梦境，有天线，有天线变成爱你的形状。哦，在屋顶唱着，等一下，在屋顶这一句，这一句要让我听一下。我哎，这一句，这一句。哎，玩家不能 NG。谢谢，感谢大家收看《黄金夜总会》新版。这首你情我浓的经典情歌《屋顶》，没想到在这个高质感的节目却成了搞笑版本了。到底这首歌还唱得下去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直接从尾奏给他，只有挥手而已。这句啦啊，这句啊，这句你怎么个搞好些？他就是第一句会而已，其他都不会。但是我太感动了，因为为什么？他昨天刚刚拿到袋子，才学的，然后刚刚学。Local King， 我们现在可以 NG 真的？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那就来。导播，我们继续了 ，Take 三十二 ，Camera 到三十二啦，我 Take 三十二，我 Take 是第三十二次。你等我好不好？好，我等你，我等你。叮当啊哈，我那两个人开杠子。对呀对呀，聊一聊聊。哎，我们试试看呐，哦，你们刚刚那个开头是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就嘿，然后我两个人一起讲节目的 slogan 名称。开始那个很难，我们来试一下。五四三二，黄金夜总会。你看，我就没有办法再试试。五四三二，黄金。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一次。这部名你是知无？讲袂好就知影。五四三二，黄金夜总会。太黄金。发音不标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对不起。五四黄金夜总会，谢谢。那么二啦，二加念啦。哦，这样的，好好。电视你录一句，你是恁大恁大家都会。好，二加念的对。好。五四三二，二加点黄金夜总会，二加点是我跟你讲，好好好，潘先生，你免讲，过去拜个。五四三二，二加点是我跟你讲，你免讲，你都卖讲，你都卖讲，不是。我读个二，剩两个人，一个阵亡也可以继续录啊。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了，跟他听一下。来，我们进去看看他了，女生比较不方便嘛，哦，拜谢拜谢。咱们的 Local King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，干脆拉着蹦恰恰到后台和江叔那把这首屋顶好好的再套个几次，使得录音现场不得不中断。然而再度上场的江叔那究竟可不可以顺利的把这首歌唱完呢？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梦境。用天线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哦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星星点缀着最浪漫的夜晚，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拥抱这时刻。
刻，一个不注意，江淑娜不小心唱错词 NG 了。可是咱们的 Logo King 却视若无睹的，坚持不肯再来一次。这首《屋顶》简直快录不下去啦！这渣男今晚想哪？叫恁经理来，经理下班了，拍戏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还是我换一个，我换一个不？不是，太水，不是我换一个啦。不是啦，你今个叫人家买专场啊？你讲什么买专场？这个一看就知是妈妈送你，你叫人买专场？不是，小姐拢处理啊。不紧，我那底压住啊啦，讲 NG 几遍哈，两百块，有人差五遍，有人差六遍，我是讲十二遍啦，五遍六遍拢输啊啦。哎，今麦已经堂堂迈入第37遍。好嘞，会议音乐拢练得几好未？好啊。好嘞，五四三个老师，请聊。没想到这首歌能够让我们越唱越没有感情，加油了！全国2300多万同胞都在看着我们唱这首歌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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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。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，是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常出现的那个人，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哇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星星点缀着。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黄昏可以献给最孤独的月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停止。梦有你很美，早教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是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哇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让星星点缀着这浪漫的夜晚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。爱开始纠结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将黄昏歌也献给最孤独的月。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，全都
停止，爱开始纠结，梦有你很美。当中完成了这首歌，厉害厉害，有没有？第一次唱歌啊，唱到整个录完，摄影师掉眼泪。哦，终于就掉没？也第一次，他们说第一次把一首歌啊 ，camera ray 啊 ，ray 到这么熟的是。人有时候就这样嘛，看能不能尽量唱啊，唱到有一天人家不要我们为止。哎，对，你不怕专辑卖得不好？不会不会，周冠霖，这怕什么？我下面还要那么多人垫档，对不对？一个康康，比如说，还有 ，no no， 对，重点来了，我是感觉这人不简单，咱都在讲个天王天后，很多以前哦，等于天王级的人物一样，大家找接班人，到底什么人？看得无咧，用噗。吴宗宪冒出头奇怪，这囡仔当时稳赚没有啦，用人大概招架不了，没有，也没有这个样子，没互相反应。其实我在这个艺能界也有二十来年的时间，有吗？有，那么有呢，他从出唱片，对呀，对，最早吴少时也见嘛，后来就更见，见这个位置，你个有什么梦？梦想是吧？个错不？没有。这个高级的爱人多了，麻烦也就多。鹏哥，你是了解的吗？卖假啊！讲啊你，你想个这单呢？阿伯见啊，大家拢讲出来。我无见啊！哎，有见。啊，伊讲阮副作的，甲伊带感动，然后是讲九点四十五分，一台劳斯莱斯蓝色赛高尾，就是你的车。来，你讲车震二十几分钟啊？是凊彩讲讲的。你讲不是我讲言吴敬林的啊？别讲我甲人车震，我出去遛狗，卡顶下跌倒受伤。你到底即阵是甲啥人？我嘛唔知。你卖我别讲，我无啦，真正咧。好啊，迄即件代志讲到遮，啊无我真正要讲你个哦。你这收视率一定遐悬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讲落去还得了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咧，叫人讲有啥问题？是咧，啊那是啥？什么啦？你，嘿，拢伊甲我改，我甲你改，嘿，胡瓜甲你改，哎，都可以今天难得来上我们的歌唱节目，我们这不是综艺节目，哎，我们不是游戏的节目呢，你哪里？真是，对，把气质拉回来，我们是嘿嘿，我们看第一号，他不简单哦，身高163公，哎，开始欢迎啊，什么的，切哦，我等一下哦，你是在讲我的节目哦，是吗？对呀，康康啊。对不起，康康啊，什么 NONO 阿辉他们都是不赌的。真的吗？对，他不是在机场，我也是不赌会死的那一种。你要逼的我，好像我一定那观众朋友大家都会误会，讲我真正在跋筊。不是啦，大家吼，你负面新闻是不是？对，我的节目吼收视率没办法，我主要都是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想想看哦，我现在知道很少有男艺人，尤其啊这个。主持界还算是有一点名望的人了，敢讲说他从来不对人家有任何怪怪的动作，我真的敢讲。碰哥你就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人还蛮好，但是也蛮守规矩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哪一方面？各方面。哎呦，各方面。从一而终。哎，要不然像我们身体那么强壮，对不对？怎么摆着浪费呢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很珍惜自己，真的。你是同时不会跟两个吗？不会，就一个碗再换一个吗？